Hello， 大家好，我是 Hedy， 最喜欢拍 Shopping Haul， 还要是一星期购物落啊。如果想知道我这个购物狂今次又买了什么好正啊好抵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啦。首先讲了最近收到 Caseify 的手表和手机配件，身边很多朋友包括呢我自己都是用他们的产品的。咁所以今次会有个小小的观众优惠，用我这个 discount code 会有85折，等大家去 Caseify 官网买东西都会有些超级建议大家用这个金属防摔保护壳，高过手表的表面少少啦，有足够的保护性。咁你戴 Apple Watch 的时候咧，冇咁容易刮花个表面啦。咁同埋安装咧都是非常之简单的，你会见到个窿嘅，只要对好侧边的掣，然后一拍就得噶啦。而表带方面有几款都是好易衬衫，呢一个不锈钢三链表带，佢嘅玫瑰金色系咪好靓啊？好衬我平时中意戴嘅玫瑰金首饰啦，好似我只戒指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我中意戴金色啊、银色嘅首饰嘅话咧，佢有唔同嘅不锈钢表带咧，个配色系可以拣嘅。佢嘅用料系优质嘅316L 不锈钢，可以防水抗汗，仲附送埋一个链扣移除工具，根据手腕嘅大细咧，随意调节翻个长度，乜嘢手围都啱戴啦。跟住到呢一款嘅皮夹表带，都系好多色拣嘅，除咗有稳阵嘅黑色啊、啡色，仲有好多好 colorful 嘅颜色，可以配搭到唔同嘅风格啊。佢系用咗意大利嘅真皮，摸落去非常之轻身啦、软熟嘅，完全冇负担啊，戴住好舒服噶。咁所以 Apple Watch 揀啱表带嘅话咧，唔一定系 casual 嘅造型噶，翻工啊、斯文衫都可以衬到。仲有佢哋新出嘅 Flexi Band 弹力表带，谂住揀款嘅时候有少少吓亲啊，因为同手机壳一样系好多印花揀啦，然后质地系防汗嘅，就会好啱咧做运动嘅时候戴住啦。手机壳就更加唔使讲啦，多达2000款印花，总有一款图案系啱大家嘅。这个就是 Impact 强悍防摔手机壳了，它们的 EcoShock 防护科技通过 2.5 米跌落测试，真是极手残人士点跌都不会爆芒的。所以呢，他们的手机壳我自己本身都是很喜欢的，还要两款手机壳都支援无线和 MagSafe 充电，见到喜欢的款式就趁现在有优惠码的时候入手了，用我的 discount code 有85折的。回来 shopping haul 了，通常呢我一是不买，一买就会停不到的了，所以为什么整天都是一星期购物落啊，就是自己呢那个购物欲不停地燃烧啦。第一样是我身上这一件的衣服，它是来自 Adidas， 它是偏向比较阔身和短版的，我很喜欢上面的图案，很夏日，很得意，好像卡通那样，它很有弹性，穿得很舒服，可以索到汗的。一开始在金钟见到忍住我要在 Sogo 买，因为呢我有信用卡可以回赠，然后会员可以储分，储完的分可以当钱使，我觉得这样东西是精明不是师奶的。跟着买两件有9折，再加上我就觉得是会便宜很多，买东西都是要计下数的。另一件就是妈咪的，她就在家里，所以呢给大家看看是同系列的，都是 T 恤来的。然后呢我在 Nike 是啦，买完 Adidas 就去了买 Nike 啦。这一对的拖鞋是我人生穿过最好穿没有之一，认住这个款，整只软淋淋的上面啦，跟住下面鞋底呢它都是软身的，所以呢它是完全不刮脚啦，同埋呢是穿好耐它都不会攰的一个拖鞋来的。以我的留意，每个夏天它都是出一个颜色和白色的，上年的颜色我就麻麻地，然后白色呢容易污糟啊，它都容易残的。跟着我买了另一款呢，天堂与地狱是超刮脚啦，好硬啦，行不到啦。今年呢是不等减价我就买了啦。如果大家不是找一些很特别的款啦，然后为了舒适度的话呢，这个我是给100分的。然后是今个礼拜的得意之作，半价的 Le Creuset 啊，有没有朋友看了我的 IG Story 一起去冲啊，真的好抵啊。这两个都是套装来的，一套两个是饭碗，它是渐变色的，好靓的，一个粉红色，一个是蓝色，然后价钱是原价500元，现在250元有两只啊。然后另一个呢就会小很多了，摆埋一起做到对比，它整个可以放入去的。这一款呢我就想着用来装甜品或者是打边炉的时候可以放酱汁蒜蓉的，它一
共有四个，除了蓝色还有绿色、黄色和粉红色的。这里呢是原价700元，跟着半价350元，有四只。我很喜欢这一款有深度的碟，原价是380，半价了190，因为家里是有用开呢，很好用啊。它可以摆到一些有汁的餸，然后又好够大啦，跟住有个深度系可以摆好高咧，咁我就好中意就买埋啦。仲买咗一只饭碗送俾邻居，全部加埋唔使1000元，系咪好抵啊？不过咧而家完咗噶啦，如果下次有咁抵嘅优惠，记住睇我嘅 IG story 啦，因为我买完咧系会放上去噶。咁除咗碗之外咧，我买了杯啊，这个是12元，是 Daiso 买的，12元有四只杯咯。这里是想着有小朋友来玩的时候呢，不怕打烂啊，这样胶杯呢应该挺方便他们喝橙汁啊、喝奶啊、喝水啊，应该都 OK 的。那有买这个的兜兜收纳它呢，哇，12元咋，这个又是我的得意之作啊。顺便分享买了的三款饮品，不是酒来的，这个柚子气泡玄米茶，然后白土气泡白雀茶，还有李青柠气泡肉桂茶，它们是很清新啦。那跟着呢，这个的李青柠气泡肉桂茶是会像可乐糖的味道的，咁跟住白土的白雀茶应该很多女仔都喜欢的啦。然后柚子气泡玄米茶呢是会似一些很清新啦，跟住一些很日式的感觉啊。咁呢三个呢我都好喜欢，是喝完之后呢再补货的。咁他们在长洲那里买啦，咁但是以我所知呢应该是可以寄出香港的，大家可以去看看。最后啦，我又买了 Longchamp 的袋啊，这个是最新出的草编袋，上面全部都是 logo 的刺绣，是不是好得意、好得色、好啱我、好啱夏天先？咁跟住里边咧有条孭带嘅，冇得较长短，咁但系对我细粒仔嚟讲咧，啱啱好，系命中注定噶。咁然后咧里边乜嘢都冇嘅，佢可以手挽啦，跟住可以咁样拎住，亦都可以斜孭啦，同埋侧孭嘅，同埋咧佢个大细一个电话。完全轻松，仲有好多位，咁所以咧佢唔费嘅，佢只不过系好细个嘅啫。呢一个咧应该冇咩要讲噶啦，上边呢度系皮嘅，然后下边就会系草织咯。呢一个系超靓啦，我一见到咧已经好中意啦，咁但系就会觉得啊夏天先用到啊，我又有其他嘅草编袋啊。咁不过咧谂咗好多日，我都系觉得好中意，唉算啦算啦，带佢翻屋企，咁就变成咗今条片的压轴啦，系咯，应该冇咩特别的，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更加多咧，可以留言啦。咁跟住我可以答大家，或者系喺 IG 嗰度再 share 嘅，因为佢里边冇间隔啦，咁有个 partner 嘅啫，系啦，应该就冇咩嘢要分享噶啦。大家有啲乜嘢要问咧？好啦，今次嘅一星期购物咯，就系咁多啦，应该唔算好夸张啫。大家有冇边样嘢系烧到啦？觉得我买得好好啦，好抵啦，记住留言话俾我知啊！系咯，我有收敛噶，系咯，我唔系成日买嘢噶，咁啱今个礼拜噶咋，系啦，咁总之希望大家中意今日呢一条片啦。如果中意嘅话，记得俾个 like 我 subscribe 我 channel， 我每个礼拜会 upload 两条新片，逢星期六嘅就3点同星期日嘅就12点，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哎呀，唔系喎，下个礼拜应该冇片啦，因为我去旅行啦，咁就休息一周啊，咁我哋7月嘅时候再见啦。